hey, 大家好，我是 DX 颠笑大师，我们现在正在 IEM 北京海淀的现场，而现场发生了什么，而观众们又作何感想，让我们一起看看吧。哎，你来自哪里？我来自武汉。你来自武汉，你最喜欢的队伍是哪支呢？我最喜欢的队伍是 A 队，但是我最喜欢的选手是李亚子。哦，那你觉得这次比赛谁会夺冠呢？哦，根据这几次前几次的比赛来看的话，我觉得可能 A 队夺冠的可能性会大一点，毕竟他也拿了 Major 的冠军嘛。然后飞子的状态我感觉最近来看，可能跟 A 队比起来可能有点困难。好，我们又找到了一位朋友，我们问他几个简单的问题。你来自哪儿？我来自河北沧州。哎呦，沧州的朋友，你最喜欢哪支战队呢？我当然最喜欢是维他利了，我最喜欢他的 Zero 了。哦，原来最喜欢 Zero 是因为他胖胖的，长得跟我们一样吗？那一样的。那你觉得这次比赛谁会夺冠？我觉得是还是 A 队，但是我还是更倾向于希望小蜜蜂能夺冠。我们找到了一个观众，我们来问问他，你来自哪里？来自山东东营。啊，你觉得这次 IEM 谁会夺冠呢？肯定是 Australis。 哇，居然是 A 队。你是 A 队的粉丝吗？忠实粉丝。忠实几年了？两年了。哦，非常忠实的一位铁粉。那你最喜欢 A 队里面哪位选手呢？ Device。 Device 为什么？ Device 的狙击枪非常的稳健，失误率也比较少。另一个原因是不是他长得比较像汤姆克鲁斯？也是一个原因。好，原来是一位颜粉。好了，那么今天的比赛就是这样，那么明天会发生什么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